双方的第一局啊，这把的话，哎，等会儿，那是有点难受呀。这说好的女鬼抓病患呢，不是在终点单挑吗？这个有点太难受了。但是也好，他利用庄园老友第一波应该是可以去坐车的。怎么？骗！再摸的跟真。有一个反弹，但是要吃刀了。第一刀，哎，吃刀不一定吃刀，想盖啊、没有盖到。但是他如果说被归刀。逼到鬼骗红光回溯我过来，这刀有真啊，确实没办法。这把上来抓幸运儿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对，或者说我是一个魔术棒啊、香水这样的，也能操作一下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真的话，可以说是这个属于是又给我的那个，哎，这里好像有跳板，可以。但是女鬼这边的话，一个位移速度非常快，幸运儿的话，哎，卡卡这边有点优势，哎。人找不到了，也是直接选择走的，好像他确实也练过邦邦，是，对，那这样好像他确实练过邦邦，邦邦这个梗已经过不去了。但是这一波的话，对本来这个幸运儿已经是没了的，因为当时那边的交互点，就算小铁能扛住，你也扛不住一个闪呐。这个闪现可能要考虑交了，这个地方闪现好像不用，还有个跳板，哎呦，还想跳跳板。一分三十四秒的击倒，但是闪现留下来了。对于双方来讲呢，这个局还是偏向于多抓的，就球员想要保平，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搏命，然后这边要倒遗产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们的机子会慢，会差大概就本来比如第一个人挂飞的时候差不多三台半到四台，那么现在的话呢，这边第一个人挂飞，由于这边的一个密码机被压，我觉得啊，这里可能哎，他们选择卖掉，哎，卖掉也行，卖掉的话密码机总量加起来可能也就三台的样子了。对于女鬼来讲呢，她手里有闪现，这个闪现因为幸运儿手里没有道具，佣兵可能会卡死救一波，救完之后这个闪现应该也逼不出来，那么这个闪现到时候直接切船去追下一波节奏。女鬼这把赢面还是很大，就求人不救，其实赢面还是很大。应该是要把幸运儿给卖掉了。这边幸运儿直接拉走，这波拉走就是让佣兵去补那个玩具商的机子，看一下这边女鬼有没有什么想法。如果想要去摊这个双倒，直接闪的话，你不叫换是会双倒的，而且他是不会丢失幸运儿的位置的。对的，两个人离得很近。还行吧，这波。想刷。哎，等会儿小铁。小铁这边很细，不给二阶。但小铁这个位置倒的，我们看一下挂上以后。然后回头败血佣兵在面前，这个机子还是修不掉啊。有好有坏吧，因为小铁这边的一波操作呢是不让女鬼到二阶，但这台机子被干扰到了，抓佣兵一个单护臂佣兵，这里就有可能是一个人机同手。确实，看一下女鬼这波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换了，半血佣兵在面前追他的话呢，就算打不到你，我也能消耗你护臂，也可以接受啊，也可以接受。佣兵拉开不倒遗产，护臂交完，交闪吗？闪现，能打倒，没有护臂了。然后看回头看密码机，这里说实话求生者看上去好像就差了这70%，就差这台72%的遗产机，但这台遗产机会被女鬼压很久，也就是说这边回忆要去干嘛，要去新起机子了，他现在需要立马起新机。我觉得他怪好，对，回忆需要立马起新机子，因为佣兵耐坐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就看大龙和女鬼的一个博弈，有个地下室，女鬼这边的话把人是挂到二战。你是破译的话，确实不好破译。好处就是你守不了机子了。是是是是吧？因为我有两台机。50多秒的传送，佣兵是个白板，病患的位置离门不远，有一点机会保平呀。我在二楼的话，你没有办法逼我救的，是是是是，不是你赶上来呢，哪怕就现在的比赛什么情况呀？开个伞，我还是能卡住这个淘汰进度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怎么又暂停了？求生者来讲，就是说我尽量先确保我能稳定的走一个的基础上，我去看看能不能开门站去走两个。是，我觉得这一局其实平面很大的一个点，就是还有车也是在二战的，是是是是是。那开门站的一个情况下，病患这边是有道具的，没错。佣兵这边怎么一到关键站就暂停啊？比较灵活嘛，是。
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平面还是比较大，但是对于歌剧演员来讲，他现在玩具商有魔术棒，我得等对，玩具商可以飞下去然后把魔术棒丢给佣兵，这个倒确实是可以的。这把的话怎么说呢，求生者幸运儿前期没办法一根针耳溜不动，但是他们的一个选择还是可以的。半旧的话密码键好像第一时间不够，但是好像只能卡半旧，因为佣兵没有道具了，这个比较难受。但是你如果说你这怪卡半旧的话，那我选择打一手佣兵，其实也效果也一样，而且你还要面临一个什么呢，玩具商跟病患换人的一个风险，一下子买了七单上头了，你不要上头啊，被拦截啊，或者说怎么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风险会更大一些。对对对，可能会更难打啊，压满他这个我们想一想啊，这把的话如果我觉得唯一现在一个点，如果那个玩具商的卡半就是没有用的，是现在我们就是不太确定，因为卡死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卡尔卡一定不会让你卡死，过半了以后一定顶过来逼你救。当时这个机子，其实我觉得不要卡半救，还是就是让他来逼救，让他来逼救。女鬼这边的话，逼救逼一个玩具上，玩具在二楼飞下来，其实还行。这个是最理想。哎，对。病患的话，这个时候破译加速修起来，当时我没计算二十多，差不多可以的，卡半救不太行。然后佣兵就比较解放了嘛。是。如果说你选择去硬追佣兵啊、病患啊，那等于说把起点让给玩具商，玩具商就可以在这边破译密码机和点门了。没错。这个就是手艺上的一个博弈。吐司好吃吗？嗯，今天这个面包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面包很好吃。整体的一个局势。是。好。好了。看一下他到底会怎么抉择吧。卡卡这边也是想找一下二楼的玩具。应该是知道位置的，因为这个点的话。找到了，这边是直接逼。回速的话，大龙这边也是。这边直接逼的话，大龙过来卡半救。这个应该是要卡半救了。修得很快、因为如果不卡半的话，现在来都来了嘛，已经被逼下来了。对，而且主要是佣兵他自己有一个坚持。修下来以后追玩具商还是追谁？还是追佣兵是捡了那边魔术棒。你看这一波捡到道具就可以撑到密码机压好了。打一刀，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话是有传送的女鬼。是能拖好的。我当时以为这边。女鬼的话是直接顶出去来那个逼救了，佣兵这边是个白板，但是这边两块板子全在。病患的话这边交钩贴门，门还没摸上，传送 CD 是已经好了，这边击倒佣兵，时间漂亮。那现在手里传送好了，直接传还怎么说，挂上再传的话玩具商应该是要回头的。门是点不开的，而且两个人贴门吗？是的，现在如果直接传的话把那个板下了应该能拖起来，但没有直接传，求稳了。哇，那应该是可以平了，但现在传送看玩具商能不能飞进去，飞过去没办法。哎呦我天，这平了，平局，我的妈。哇，刚才真的是挺惊险的，刚才如果直接选